主料8寸戚风蛋糕一个，淡奶油500克，辅料装饰糖粒，白糖75克，橘子粉色色素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烤好的戚风蛋糕切片，淡奶油加糖打汁可以拉出小直接，抹上一层，撒上橘子肉，盖上一层，再抹上一层奶油，再撒橘子肉，盖上，再在外围抹上一层奶油，加入稍许粉色色素，装入裱花袋，裱上一圈花，周围用小号的五花嘴裱花，上面也裱上花，撒上糖粒。烹饪技巧，淡奶油打发前要在冰箱冷冻12小时以上，色素和水果可以根据自己根据喜好酌情增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